大家好，我是爱波。今天是2020年的1月10号。我继续来挑战一下《道德经》的第四章。现在开始啊。道冲而用之，或不盈。渊兮死万物之宗，挫其锐，解其分，和其光，同其尘。震兮死或存，吾不知谁之子，象帝之先。谢谢，今天的挑战到此结束，咱们明天见。